去到 Ulight 的店面公司参观。请问不是这样子来的？很认真在选正品。这次我们买一送十。他们还有那个下单礼，海茶色。他们的臭豆腐是黑色的，从小喝到大，好可爱。看看你脑袋都装了些什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美好，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。现在我们人在深圳，耶、yeah! ！为什么我们这次会来到深圳呢？是因为谢谢 Ulight 邀请我们来这边。都有看到之前我们也有跟 Ulight 有合作，还蛮长的一段时间了的。我们这次非常荣幸可以去到 Ulight 的店面还有公司参观的。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吉蒙 J Moon。它其实是 Ulight 旗下的品牌啊，现在你就懂啦。我们除了去下实体店面跟公司看看之外啦，我还会帮大家谈优惠。这一次咧，也是会到深圳跟广州玩玩的，去寻找美食跟什么好玩的。对，听说深圳是科技之都，那么 Ulight 在这个科技之都怎么生存下去，怎么做到的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哎，我今天穿红色袜子，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。 Ulight 的负责人等一下就要接我们去看他们的实体店面、yeah. 看完了之后我们要去寻找美食了，耶、yeah. ！一下飞机非常的冷冻哈，这边现在是十多度，天气不断的在改变，天气不似预期，但要走跟你的心情一样。谁啊，来顺便拍我的穿搭吧。来见 Ulight 的负责人，穿了发发的裙子来欢迎他。这个发发的裙子是我在那个 Monkey 买的，这个衣服150多块，搭我的喵喵白色包包，红色袜子，哇，乐福鞋跟最配，这个乐福鞋 Zara 的。深圳罗湖万象城，然后我们现在去 Ulight 的店面，在三期。你看这个摩美耶，就是全部的店面都是很简约，但是看起来就是高级，超高级的。对，这边的 mall 外面外观看起来就是有一点点普通，可是当你一进到里面，你就会哇哇。用了那么多年的 Ulight， 我终于可以见识到他们的店面。希望下一个海报是我。可以的。嗯。AI 换脸。给你们看看一个很好料的东西，白皇后说的就是本宫，这个东西很厉害的哦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不要在这个影片讲这样多，下一次呢，我会介绍给大家啦哈，所以敬请期待我的影片。哎，很美耶，米色，马来西亚没有的，不知道他们可不可以帮我争取到，可以带给马来西亚的朋友呢？巨无霸又赖脱毛仪，这样大只，什么毛都可以给你脱光光啊，脱光光，想要博大吗？滴他啦！哎，在这里我遇到明星耶，是金靖，金靖哇，跟他很像，真的超像的。跟你们介绍一下，他是 Ulight 的负责人，他叫悠悠，然后他的花名叫金靖。今天真的很开心来到了 Ulight 的店面呐、啊，然后我们今天就随机抓一个店员来访问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好，他是 Coco。之前在影片中都有提到这个 Ulight 脱毛衣啊，就是可以脱毛啊，可是你们还是有多疑问，到底痛的吗？你有没有骗人？可以脱哪里的毛？等等等等的问题，你们不信我吗？所以今天我就特地哦飞到来深圳，找一个专业的人来回答你们，然后我已经收集到大家都会问的问题，所以今天我来请 Coco 解答一下第一个问题啦，大家都会问的，这个东西痛吗？怕痛的人买了会不会买了不敢用？它这个呢其实是不痛的，我主要的话这就是有蓝宝石的冰点脱毛，它可以迅速的去降温，可以把我们的一个能量胶直接进入到你的皮肤中，然后直接到毛囊，不会损伤你周围的一些皮肤啊，怕烫伤的小伙伴们呀，这个是不会担心的，而且是感觉冰冰凉凉的。是是是，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去除腋下的黑色
素。那这个的话只对于毛发是可以的哦，黑色素是不合格。这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哦，因为很多美眉们她们可能会担心是不是适合所有的肌肤啊，或者如果我的脸长痘痘的话啦，是可以用的吗？如果你长痘痘的时候呢，我们建议就是拿一个痘痘贴贴住你的痘痘，然后再去脱。对，接下来问题是用完又赖脱毛仪，它是永久脱毛的吗？可以的，可以达到美容院的一个效果，可以永久的去脱毛的这样子。这个机器呢可以直达你的毛囊处，用一段时间之后呢可以把毛囊萎缩掉，然后直接脱落这样子的。所以就是你想要永久脱毛来讲，勤劳的用，我几乎都没啥长毛了。我想要长毛的地方就是我头发，只要我头发旺盛一些。这个还帮不到你，你再看着好。我只帮人家脱毛，没帮人家生发哟。最后一个问题就是，它一定要剃毛吗？还是说拔了毛之后再用 Ulite？ 那其实你的毛发的话，如果长于1mm 的时候呢，就要去剃掉。毛发过长的话，会容易烧掉，影响你的一个使用体验，因为会产生一些异味嘛，这样子。他们其实一直有交代我家，12小时之前一定要做好剃毛的处理。如果想象一下，哎，也对哦，如果你有毛哦，你要滴滴滴，不懂会不会有烧焦的味道？试试看。毛长出来了吗？哦，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Coco 为我们的粉丝解答，非常谢谢你，谢谢 Coco， 我们下舞台喽，拜拜，一起笑，快笑。虽然我已经试了很多次 Ulite 脱毛仪，但是既然都来到这边，再试一次给你们看看 ，OK？ 但是由我为你专业体验。你是谁？我是这里的店员之一，欠打，他叫第一步。脱毛看到吗？我一直有用，所以我的毛已经生到其实蛮幼了。其实这是我的真实毛。真的很开心的。首先，我们先打水。打水，因为没有水，所以会用湿巾。OK， 其实是要12小时之前脱毛的，可是因为我们要 testing 嘛，我们这个小面积，所以还 OK。这边就好啦，这边吗？这边没毛啊，这里有毛啊。哎呀，快点啊！放轻松，是不是无感？我对你无感。抹掉哈，你悠悠，我悠悠，看到吗？悠悠，星星毛啊！哇，你才星星毛啊！我现在已经变没毛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本宫我都没什么毛了。奴才有点毛。奴才就用它的啦，你看毛哎，这样都毛了。我剃这个啦，一毛打湿啊。有。抹掉，抹掉，没毛了。OK。都眼睛了。我们现在开始用 Ulite 脱毛仪，它其实是有五大优点的：蓝宝石冰点技术，冷感无痛，有三眨模式，自动连闪，啪啪啪啪啪啪，还有声声见效。它这边呢好了，还会起雾的。现在一档嘛，两档，二档，三档。起雾不是这样子来的，对，起雾是其实是我。看到吗？它已经冷了。1, 2, 3，看到吗？有没有按哦？它接近皮肤，它就可以连到。哎，我一直在同一个地方，你应该这边是不会再生毛了。你打很上哦，那个有毛的地方，我闻到有烧焦味哦。哇，快看啊，有这个假期的显眼包。这有个假期的显眼包。大家如果现在你们买 Ulite 的话，我免费把倩女送到你们家这个显眼包。可以。那在评论区留言，你们想要倩女这个显眼包，还是要你这个爱眼包？哎，我也是。爱眼包。爱眼包，你这个叉烧包。可以耶，我这个人家会不会觉得我是不是被人遗弃掉了？这里。你买脱毛仪。超大的这个袋子，我第一次看到了。可是这个只有在他们的国内才有。来这边买吧。对，来这边买吧。装我回去给你。还是要欠你。但是我。咱们现在来到了东门老街，听说这个是最老的街，讲这边是深圳最久的一个地区。对，然后这边超级无敌多东西吃，过后我们也在小红书有看到它晚上很漂亮的嘞，所以我们就打算今天一整天就待在这边。现在呢，我们在好饿咗我哋食完早餐咗。长沙臭豆腐，他们的臭豆腐是黑色的。我好像有在我们那边巴沙马兰吃过，不错吃的，它的汤很辣辣。你今日做到好似臭豆腐咁样？呢个系黑色咪臭豆腐啊？
你看它的豆腐里面，这么好吃。这样子，老板娘说帮我炸脆一点。哇，七块买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可是它有一个那个味道，可是它并不讲说很臭很臭，你吃不到，很好吃。然后搭配它的那个汤汁，酸酸辣辣，我觉得蛮开胃啦。Chris 他介绍我这长沙臭豆腐，他竟然跟我说，我只吃一块，就吃一块就好了。哦，好吃，它的汁好吃啊，臭吗？好吃哦，那你吃这个小小块。嗯，它有那个味道，可是不是很重。对呀、啊，怎么可能臭豆腐怕臭豆腐呢？至少他品尝了，我们鼓励鼓励，鼓励鼓励，谢谢。哇，有烧皮耶！哇，终于来到这边吃烧皮了。我们那时候吃在古寨南门嘛，是不是？里面有那个腌制好吧，是吧？这很开胃，上面还有撒了那个孜然跟辣椒粉，好吃。哎呀，美的，古代的美的味，很漂亮哦。我们整天在抖音看到很多人做直播，今天我们就见识到了很多。谢谢大家，小心车。我们也不可以输。真的可以来，因为真的是很多东西看，你会一直很开心，免费的快乐。我没有想到我们在整天看抖音看人家直播，我们可以这边亲眼看，不是开玩笑哦，很多人看哦，真的真的出乎意料。对，我们马上就是坐下来开直播。这个警车，应该我要解海了呀，海了是因为他要就是疏散人群，不要整堆挤在一起。虽然抖音很好看，但是我们也要维持秩序哦，毕竟这边就是走道，让人走走吃东西的地方。继续看。这里的波波盖呀，钵钵鸡，嗯，哎，很入味，这位，哎，谢谢 Chris， 是的吧？麦当劳汉堡，嘿，麦当劳汉堡。刚好好，这是这样唱，大概有音就行。我最爱是麦当劳。今天的晚餐是这个大凉海记粥底火锅。哇，这个叫什么啊？烫碗，绿碗啊。绿碗，这样子哦。诶，刚刚哇，倒开，哦，全部洗到位了，全部洗到位，哎，全部洗到位，把大卫也洗了吧，莲子没洗到位，对，我还是等我们莲子是放普通的，应该洗了。哦，倩影虽然还没有到35岁，但是她35年来都坚持喝这个椰树牌的椰汁，我在子宫里面就开始喝，对，从小喝到大，椰树牌椰汁，喝了白白嫩嫩，快点看 Anna 表情，好喝吗？每个人口味不一样，可能好喝呢。OK， 干杯。OK 啊 ，OK 没得到我。OK 啊，你不错是吗？你不觉得还有点补补恰恰吗？好像我们喝那吃那个补补恰恰那个椰汁。OK 啊，不会难喝啊。OK， 我们一起看一下，一二三。哦，我误会了，原来他们这边叫做粥水火锅，是某种的。它汤等一下一定会很好喝。
哇，你看他一下子就瘦了。哇，你要接啊！35年坚持，接你接。你要把那个帽子接。Hello， 欢迎光临，同事欢迎。这个是我们刚刚点的那个鸡汤，特色就是它加了这个石橄榄，石橄榄。然后我看到还有那个椰子的皮，所以这个汤应该是消暑解渴下火。是中医生吗你？哦，润胃润胃。很好喝，它那个味道是我们没有喝过的，清甜哦。我觉得哦，在冷冷的天气吃火锅喝热汤是最爽。各位朋友们，这个粥底火锅真的很可以，在粥底火锅加上花生酱，如果有少许的豆瓣酱可以加下去，直接 up 一个 level。 因为我们也是看小红猪学放那个花生酱，皮鲜哦，那个汤很鲜甜。您的头发，我的头发也饿了，还是在吃肉，不好意思。跟镜头讲，好吃，浓做做的，好吃。给你们看看我们这次来深圳住的酒店，我们的那个房间哦是有，是叫包客尼吗？这算是？不算的，就是有一个空间给你看风景的。哇，这边的 building 也是很漂亮哎，你看这个酒店它的房间蛮大间的。哇，再来，这是他们酒店的厕所啦。今天好累，我要冲凉睡觉了，我们明天见。大家早晨，今天的行程呢是要去参观 Ulight 的公司，顺便跟大家透露一下，我们就会开团咯，在12月29号。至于赠品跟优惠是什么，等一下我跟你讲，因为倩女会帮我去谈判。去公司跟他们 fight。 我讲我不跟你讲，我不跟你讲。他讲啊，你不敢讲，我来讲，因为消费者是我。我真的是没有想到，我们一直用的这个产品，我们竟然有机会可以参观他们的公司。真的不懂他们的公司是长什么样子，好期待哦。 Outfit of the day。 哎呀，还来，也就是我这个万能，又是这个万能外套。今天为什么穿那张马衫？是因为今天比昨天冷了。本来想说这个保暖裤都不要穿了，不要开玩笑好了哈。穿了那个 Heattech， 然后这个是我之前在那个日本买的，还有穿这个皮裤，然后搭我这个袜子，还有乐福鞋。哇，我们现在到了 Ulight 的 office 楼下，这边感觉我可以就搞满，看到吗？环境很好。是不是很多东西是，而且漂亮，感觉做工也充满了力量耶、yeah！这边的员工中午都会来这里吃饭，然后这边就有一点像 food court 这样子。嗯，如果你不要在店里吃啊，你可以选。哇，我天天的员工餐是这样，我会觉得很幸福哟。哇哇哇！哎，他的东西全部大大份的，那个安迪拌给你的，全部拌到多多的。比如说他那个菜不够了哦，他还会另外补多一点点，差不多类似的蔬菜给你。太好了，吃饱饱，然后睡个觉。刚才那个负责人跟我们讲，现在为什么关灯呢？是因为他们现在在休息。听说他们好像有来吃饱了之后，给他们休息片刻再上班。他就问啊，可以睡觉的没有？你都睡觉了，就不给人家睡觉。发誓，我发誓。你发誓什么？我发誓我有睡觉。他们在睡觉。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你们这十位报告几时给我 ？Chris， 身为我的助理，你教了什么东西给我？我吗？他今天第一天上班。对呀、啊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的阿桃。哦，这是我们的李董，懵懂。来了来了，我们在帮你很认真在选赠品。你要拍灯啊？精华液，精华液，这导露仪，面膜，面膜，电动梳子，来看一下。梳个头发，光头都长头发哎。还有这个限量版的 Barbie。
原来有这个的。对，它这是一 set 的，有发箍啦，有包包啦，还有镜子、发夹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直播间。平常在抖音看的直播间，原来是在直播。可以看一下吗？小小声 ，Hello， 直播吗？对，现在我们在直播，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美好，你们也可以叫我美好。然后我是来自马来西亚。哦、okay. ，我是 Ruby。Ruby， 你好，你好。Okay. 我觉得很神奇，因为我一直刷抖音看到人家直播，我没有想到今天终于有机会见识到你们去做直播。我也是 Ulai 的粉丝，因为这个在家很方便，重点是不同。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卖点，对，就是这个蓝宝石。蓝宝石的话，它就是特别的快的制冷，然后就贴紧你的皮肤。你会发现其他的像脱毛仪，它们都是会有凹槽的。你们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不痛呢？是因为它完全是平面，它无缝衔接。对对，虽然像渣男一样无缝衔接，渣男。所以到你的肌肤上的话，非常的冰，而且它不会像别的地方藏污纳垢，因为它里面是会有石墨烯和 BC 液冷双重的散热的系统，所以它就冷的也非常的快。是，可能你们听我们说了那么多，你们还是觉得怀疑。没关系，我们上黑色素来帝王。哎、欸，他们真的很厉害哎，他就模拟一个皮肤层，然后里面是黑色素，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打那黑色素。听说在外面是不会爆，里面会爆。一、三，对，五，哇，皮肤外层还好啊！第一次看这个实验，哎，这个很好，就说明它只会对黑色素有反应，对我们皮肤是其实没有任何的灼伤啊，或者就是任何的伤害。这就是我们的肌梦，为什么它能迅速的让你的脸变成 V？ 首先它呢可以看到有12个的电极片，它是别家的3倍，并且它一圈都是按照人体工学可以替代的法令纹。前面的话就是把你眼周的那些细纹也可以就是慢慢的消除，所以说它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提拉紧。紧致，并且还有一个射频。什么叫射频呢？它会有红光跟黄光，你脸上可能会有一些屏障受损，它就是经过射频可以让你的脸加强屏障，变得更白，而且它面积很大，你比较省时。80-90%的人都在问，会痛的吗？它是会有一点点的震动跟电流的感觉，因为你不耐受的话，可能会被吓到。但它不是痛，它是电流。我们用的是 EMS 电流的技术，它就是通过电流对你的肌肉进行锻炼，然后就会收缩，让你的肌肉更紧致，并且这一个电流的技术，它会深入你的真皮层，对你的胶原蛋白进行重生，所以它就是激发你的胶原蛋白，对，让你的脸砰砰砰起来。哦，难怪我在按摩的途中，我的脸在抖动。是是是是，所以说它不是痛，它是电流感。我以前都用一档，现在我都用3档了，希望吉猛可以做4档跟5档。它是适合所有的肤质吗？如果长痘痘或者痘痘肌的话，它是可以用吗？我们的肌门是适合所有的肌肤，但如果你长了痘痘，就是说明你的皮肤下面其实会有炎症。如果你耐受，如果你不怕痛，那 OK 你用。但是其实可以用，也是可以用。如果你的痘痘比较严重，还是听那个皮肤医生会比较好。用完之后，我们不是看到提升吗？它会不会过了几个小时过后，它又会下垂？对对，我发现很多人都有问这个问题啊。刚刚有说到，就是用电流啊，让你的肌肤更紧致啊，然后抚平细纹啊，它其实对你的肌肉还有真皮层有一个胶原蛋白再生作用。你如果停止使用之后，它的肌肤会慢慢恢复到你使用之前的频率跟速度， okay, okay. 所以它会慢慢消失，但是不会马上垮脸。女人就不能懒惰就对了，是是 是, 是, 是，一定要勤用，不然会恢复到你之前的速度。毕竟我们人的那个皮肤啊，一个循环是要按照它自己原来的速度。我们这个只是加强再生。这个是我也想问的问题，就是必须得搭配这个保湿凝胶用吗？还是说我们自己可以搭配我们自己产品？其实这个的话，我们是专门 for 肌门专业出来的，它的话对你整个皮肤啊状态会非常 OK。但是如果你不喜欢这个，你也可以用自己的，但是这个更适合我们的这个产品。就用了这个凝胶之后，我们按完脸，我们还需要洗脸吗？看你自己的肌肤，一般的顺序先洗脸，再抹这个凝胶，再用到肌门。一般就是用完还是要清洗一下，后期你可以自己再上一些爽肤水啊、精华这样子，这样的话会更保湿。今天真的很开心上到 Ruby 的直播。谢谢 Ruby， 真的非常荣幸可以请到两位天秤座李总跟这个徐总。干嘛？没干嘛，看到我就知道有好事发生。不要乱讲。你们两个，请闭上你们的双眼。要送礼物给我们吗？我要。
不用我讲。大声我还能听不到。不是应该叫他们闭眼，应该叫他们关耳朵。其实就是。你要 test 什么？ test 你到底痛不痛吗？不会痛啊。因为倩玲也戴过很多轮啦，因为你也就在用。对啊，你自己用你自己体会。像 Alan 这种有毛跟没有毛有什么区别？然后但是又想要剃毛的，这个我不懂啊。就男孩子要不就是旺盛，要不就是要直接没有毛。你说我很他胡须啊胡须，就是胡须要长不长？很麻烦嘛。你懂我的意思啊？你不懂啊？你整身都是毛。牛董看过啊，我们一起泡过温泉啊。现在我们要测试这个吉蒙，他们说可以随机抽一个男生啊，终于可以抽帅哥，这边太多的帅哥美女，但是我觉得帅哥我们就把这个机会让给黑色素吧。我找你是开始找，哦是哈社恐，这个时候又社恐。其实我找到一个目标啊，看到他好像没化妆啊，比较容易用啊。在你后面，他很认真做工，我不好意思问。做这个骑马测试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充当我的模特一下？好啊，我本来想说，我请你咖啡一杯，咖啡都不用买了。看到吗？你看我已经找到一个成功，到你了，等下先。请你讲称呼 Tara 你好，我叫美好。你好因为我们就是有一个挑战，随机抓一个公司的人来测试美容仪的。请问你化妆吗？我今天没化妆。今天没化妆，可是你的皮肤好好。也没有，今天有点长痘。长痘是正常的，因为青春嘛。我要搭配凝胶，首先我都会用江朵拉，因为比较好推开。我们就提拉吧，可以忍受得了吗？可以删档吧，就直接我想看到效果。带我回去一遍脸提起来了。等一下我借你这个，你再另外动自己方便。有耶，上去了。静止那我就是一面静止。很明显看得到吗？是不是？我觉得这个也是，看滴滴滴就表示它已经完了，然后你再提脸就好了。谢谢你 Tara， 谢谢。这样早，快点，你去了，我来。大哥，他要认识你。谢谢你。叫梅梅，他要认识你，他单亲。需要我做什么？他需要你的爱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紫薯组合。杨成呼帅哥你。我叫 Tio。倩玲远远就看到他了。不如我们就让倩玲吧。我帮你涂，然后你弄。哎，你有化妆吗？没有。好。哇，不要紧张，你的皮肤。不要紧张。倩玲要这样。不是，你要扣住他的头。你的脚怎么没有高兴？突然走开啊！会痛吗？不会，但是电流挺强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太伤了。我们开一档就好了，一档有感觉吗？三档比较快哦。它会刺激你的胶原蛋白哟。说话啊。没有，因为有些人刚买，他们不敢是三档，他们就可以一档一档慢慢加。对，来看价，前后对比，右边的脸更帅了。有啊，那个法令纹有钱啊，你笑一下。有啊，我也有啊。有法令纹是好事，就证明你开心，一直大笑。你开心吗？我开心。好了，我们找到脸最下垂的同事。不是。开玩笑，没有，就是 Alan 都快40岁啦。会不会痛的、啊？不会痛，因为他每次都不讲我，真的有的买，真的有的没的，我就要给他知道这个多么厉害，是物超所值。Sit down。我马上来。对，因为怕你吓到，所以我要马上。你要开多少？我觉得自己开上档。我要给 Alan 的下颚线回来。你是凭我肌哦，降低了嘞。然后是你上面的这边了嘞，看到吗？这边已经上了，然后苹果肌在这边，那现在我们的苹果肌已经在这边了，饱满了那边。对，健身买吗？买啊，员工每个人一个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也是你的员工之一。有录 video 哦。卡。是吗？加。
经过我们三个小时非常认真的 meeting 啊，我不止帮你们争取到很多的赠品，我还帮你们争取到奶茶色。对，由我们来看赠品。哇，这次我们买一送十 ，yes， 墨镜。一个这个精油，其实本来他们不给我送，因为这个非卖品成本很高。这精油为什么我要帮你们争取呢？是因为它真的很好用，不会油油，一抹就干，搭配你的 lotion 用，而且它香味很香。剃毛刀啦，三个剃毛刀，你们旅行也必备 ，OK？ 芦荟凝胶两支，电动牙刷一盒，木线的梳子一 set。然后还有这个又新增，觉得这个很舒服耶，上飞机又可以用。气垫梳子嘞，本来嘞他们要求我们换另外一个东西，那他们也决定可以给我们送这一个啦。但是这个存货有限哦，送完这个之后呢，我们去送这个头皮按摩器。买的时候呢，我们会送这个气垫梳子先。如果这个送完的话，我们就会改成送这个头皮按摩器。也是很舒服，两个我都觉得很呆。这边全部加起来的东西1990，礼物罢了。哎，你买这个千多块，然后你再收到千多块的赠品，现在1299还送这样多东西，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他们还有那个下单礼，前50送价值499的消毒盒，是可以消毒你的 U Light， 你就可以放在这边，然后下面呢，你还可以当一个收纳。哎呦，满100单他抽一位免单，再讲那个也 free 耶。对他们还有抽奖活动，李佑口红一支，还有电子秤。这个电子秤不只是可以称你的体重而已哦，它还可以称体内脂肪、肌肉量、白含量、身体年龄跟你肥胖等级。这个电子秤送完的话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可以送 LED 大排灯。这不是无台灯 ，OK， 大家不要误会 LED 灯的红光跟蓝光是否美白啊？你的皮肤可能有痘痘，可以舒缓修复你的皮肤。这个灯呢，其实是有时候你要去那种比较贵的美容院才可以做到，可是现在你在家就可以做到。还有这支，刚才我讲超好用的这精油，我们送五位朋友马币399。买 JM 也是送很多东西，七样东西的三支保湿凝胶。我们的面膜呢送两盒，它一盒里面有五片。我跟你讲，它的面膜很好用，紧致提拉，然后可以保湿，它是这样子的。这个精油本来他们也是说 over budget 不要了的，年年要精油一支。你们用完 JM 的之后呢，要抹脸吗？哈，我们非常贴心，我们再送你这个棉柔巾，有弹性的一个面巾。假设你们不敢用酒店的毛巾啊，你就可以用这个来抹脸，价值是1193。JM 呢，1369就可以买到了。下单礼前30，我们会送导入仪，价值马币299。哎，这个我也想要哎。如果你查那种 moisturizer 啊，你想要跟吸收的话啦，你可以导入渗透导入，紧致舒缓，脸部护理震动舒缓。我们还有抽奖活动，我们有这个梳子实际上市。它还蛮舒服的，我们还有眼部按摩仪，戴上去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未来了。Okay， 其实还没有完的，还有我们还有大奖，这个大奖是给买 U Light 脱毛仪的朋友们，还有 JM 美容仪的朋友们，我们会抽一位送大奖。这个大奖给我们听到的时候，我们都不能说，他们说要保持神秘感，总之是大奖就对了。记得守住我的 IG， OK， 我会时时刻刻 update 你们。湖南菜很好吃，你们的口味跟我一样耶。我跟你讲，它的那个梅菜厚肉 ，Oh my god， 这个哦放进嘴巴直接融，太好吃了。那它的那个小炒肉啦、鸭肉啦都很好吃。你吃梅菜厚肉吗？你吃吗？快递快递，好没好没，脂肪很好吃，脂肪。肥肉那是油脂吧，脂肪。我们35年坚持，除了有醋包装之外，我们还有醋罐的。
看什么？你还不快做工？坚持35年。对，都是这个 pose。侯爷，我们终于吃饱回来酒店啦！今天真的是非常开心，也要再次谢谢 Ulight 呢邀请我们来到这边参观他们公司，让我们大开眼界啊！所以你们之前一直问我这个 Ulight 除毛仪是不是真的不通啊 ？Jamon 美容仪是不是真的有效？相信看完这个影片，应该有帮大家消除疑惑吧。所以老样子，我的 link 哦也是会放在我下面的 description 那边，你们可以按进去购买。快点购买，讲都没有想到我可以跑到来那么远帮你们谈优惠，哇，这个是有史以来做过最大的这件事情，买了记得 tag 我，告诉我到底好不好用。我现在去冲凉睡觉了， good night。大家，我们现在呢要出发去吃午餐。Chris 说呢要带我们去吃好吃的，他说他建议我们去吃点心。你知道那个安哥那个菜篮没有？懂，他开的，你懂吗？那个安哥，你要吃他胡同鱼懂吗？Let's go。漂亮一些哎，这个 shopping mall。那再加上这个天气，我很喜欢冷天。冷的。熊妈祖一串一盆有火锅，让你吃。但是你这里是笨熊猫。来到这边的时候哦，你会看到我们平时看不到的 brand， 服装啊，那些首饰品啊。哎，不懂这边有没有黑头店呢？不要了，走了，我们走了。真的是菜吗？港式点心，来到这里必须到了什么？他们的高德地图，像用 Google Maps 这样子哦，就很方便用哦。然后我们的地方这样大，是哦，有很多东西吃哎，很多很多店逛哎，又吃又逛，什么都有哎，还蛮适合我来的，真的真的。你现在去找你的黑头店吗？黑头，来去看这边有没有黑头店？那边，太多了黑头。哟，你弄到我的镜头眼蒙了，人呐、啊。我再请你喝马来西亚的喜茶，好啊。我叫的这个是芋泥牛乳满罐，因为我本身还蛮喜欢腌的，所以我就点了这个，搞一搞。嗯，好喝，不会很甜，还有那个薄薄，是原粒的，不会很甜，很香。哇，可是我吃到一小块，应该是芋头啊，芋头来的，很好吃，这很好哎，反正这样啊 ，driver 直来哦，给你5块 voucher， 这个是送你食物，我们等了差不多一个钟吗？谁那个吗？希望他的食物是好吃，菜啦，你冇眼哦，哇，超浓，鱼干鱼干，如果吃习惯，多一些。还有哦，哇！试下呢个菠萝包先。它里面好像有放那个，它里面是不是有放梅菜？我知道好像有梅菜。嗯，我也是半个菜篮。你怎么笑我？我不是吗？我是神哥来的。对对对。你呢？哦，是哦，好吃吗？你的这个黑虫的菠萝。很香的那个，好喝。David 好介绍啊 ，David。呢个系最好食嘅，呢个系最好食噶。睇下我哋呢个，太多嘢了，我哋慢慢嚼啦。一年卖出350粒的这个兽皮山楂，350粒一年？你讲错咗，少讲一个万，真多。150万粒的兽皮山楂叉烧包。它这个包很特别，不像我们吃到人家那种菠萝包，一吃就碎碎的。鸡皮啊，鸡皮。哎呀哎呀，又是鸡皮。它就很香，山楂包里面的叉烧不是干干的吗？它是有汁的，而且很香，不会太腻，很酸，这样子很开胃。嗯，它这个好像是里面是面包，外面是那种泡的啊，泡芙泡芙。酥皮啊，后面哦是那个我们烧包啊，对不对？那个红色又好粉，再点上。
棒，谢谢谢谢。哇，哎，这个一人一打。这好像吃都闻到的味道。嗯。哎，厉害了！城市感，你懂吗？它的味道很丰富，最重要是它的那个蟹黄很鲜甜，炸刺激到你的味蕾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它的炸辣，它煮的那个方式啊，很刺激到你，很开胃。可是这个东西你不能吃多，你再吃多几口，你就会很腻。这个 share 就好，刚刚好。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这个鱼干，因为每次看那个香港 TVB 啊，就是哎鱼干鱼干，然后我们那边没鱼干，原来是哦，对哥，我以为是讲讲鱼羹。我在以为你们在讲鱼羹，他讲说要来了要来了，我讲这是鸽子，不是鸭。帮你做手术，看看你脑袋都装了些什么。天女，我来啦！我原来鸽子是这样的味道了，我不知道是它的那个香料弄到它的是这个味道啦，还是它本身那个鱼干就是这样的味道，不懂哦，它自带香料味。它是香料长大了吧？黏黏的。我什么味道？乳的味道。老板买什么呀？买一个是这里的衣服。哇，超好看哦。一见钟情啊！一看到我进来不到两秒就买了。哦，谢谢你。要买哦。还有两个颜色，颜色也很好看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边很漂亮？咋的了？是。哇，我又来我的黑头店啦，看首饰啊！你好。哇，千影种草了，美哦！哎，这个可以带住冲凉的。哦。嗯。不锈钢。讲吗？我不懂，我看看你好像有话要讲呢。之前呢，他就有一模一样这个，然后去了台湾的时候，他还有带着的，回到马来西亚就不见了。我就不知道他到底是不见了，还是不懂塞在哪一个拉那边，我怕等下买我哎发现。可是这个很美，淘宝也有黑头店哦，我们可以收同款，靠你了。啊、哇！按你的车牌号码就看到你的车在哪里了，这样厉害了喂！我有路线啊，教你讲走哎。哇，好远啊！你把车开过来嘛。要讲笑而已。就是哦，现在的人不要寄东西。这么是指我？啊，宠物友好，借这个放你的狗狗。你可以带去摸了。对，好像比如说你可能带你的狗啊，在外面散步，突然间想要进来吃个饭。哦，你就可以来租。我们来这边吃个午餐，也学到很多东西哟。例如，蓝色的车牌是打油的，绿色的车牌是充电的。他们原来是这样分别的：蓝色车牌打油，绿色，看到吗？绿色充电。欢迎来到了欢乐港湾，欢乐有我，我有欢乐，带大家来看看这边很漂亮的摩天轮。这个摩天轮哦，跟我们平时看到的摩天轮不一样，怎样不一样？它的 design 科技化，太远了。对，你看到吗？这边呐、啊，有一点点很像大型的 Desa Park City 啦，因为就有很多的遛狗啊、跑步啊、就 shopping 喝茶这样子。所以这边那5.8个字就是 sunset 了。我们现在要走过去看有海啊、有桥的地方。虽然今天的天气是阴天，没有日落啦，但是我们也想走过去看看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中书阁，因为我们在小红书看到很漂亮，这个是它的入口。Oh my god！ 哇 ，Jason， 这什么 ？Are you here？Jason， 现在啊出名啊，出到去海外了啦，不要回来做工啊。
Helen 说值得买139人民币而已，你看集美，但是要靠你们兜了。然后还有这个，我们还有那个拼图，还有这个靠你了，杰森。杰森 ，Thank you， 阿 Sean Thank you。为了要谢谢你们，我又买了一个梵高的世界。不错不错，谢谢。今天的晚餐吃吊吊吊吊吊子味哦。这间店呢，它是吃湖北菜的。哇，我们一定要喝鲜喝汤。哇哇，有大骨，这是领头痛。它跟我们自己煲的汤不一样，它不很咸，但是它就是够味，就是好像熬了很久的猪骨汤底。因为我们就是可能在家熬一两个小时，然后放盐，所以我们可以喝到那个咸味。可是这个是不会太咸，你喝得出它是有火候的汤，我这样说对不对？对哦，虽然我不吃猪，但是你吃谁？耶、哇，上菜上得很快，我们第二道是辣椒炒鸡蛋。果然不出我所料啊，这个汤已经是熬了很久，因为这一个领哦，它已经变成粉粉的了。好像马铃薯啊，但是我比较喜欢吃领哦，它还有脆脆的感觉。辣椒炒鸡蛋。它鸡蛋是脆脆爽口的，辣我觉得还好，它有点像椒盐炒蛋的感觉，好吃。梅菜红烧肉，又系好介绍啦，多谢大卫哥，谢谢 Chris 又带我们去吃好料啊！你下次来马来西亚，我带你去吃好料 ，OK？ 好啊，等你。还没吃红烧肉的你们，赶快吃红烧肉。的确是很喜欢吃肥猪肉。嗯，跟我们吃的红烧肉不一样，因为它这个有梅菜的，辣的刚刚，它刚刚好，不是很辣，它也没有盖过那个梅菜味道，它的汁应该是很好吃哦。哇，各位，莲藕丝必点，莲藕丝，我没有想到它好吃过土豆丝。它脆脆的，好吃，好吃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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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眼泪苦苦的。我们差不多吃饱哦，他就哇才来，我就哇，一起吃吧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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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跟我一样嫩，牛蛙就真的好吃，很少可以找到这样大吃的嘞喂，它是麻辣的口味，那试看啊，感觉口感很好，看你吃到，先什么都要试一下的，我们在下午讲到后，他讲哎你们要吃那个海蟑螂。蟑螂，我就想要说他们应该不敢吃，我就想景轩你敢吃吗？你猜一下的，很好吃的，它很像鸡肉这样的，嫩嫩的，是不是？以后你应该不敢吃蛙了。哇，是啦，很像小鸡腿哦。它比鸡好吃吧？不是很辣、啊。大家早晨呐、今天是我们在深圳的最后一天，然后我们呢等一下要准备出发去雄武啊，不是广州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呢就会去看那个小黄鸭，之前我不是在那个韩国看那个小黄鸭吗？ Anastar 我们去看，然后这个小黄鸭慢慢游来深圳了，然后 before 我们要去广州之前呢，我们先睹为快。今天我的穿搭上衣是 Motogo， 哇，就穿了这个浅蓝色的衣服，搭了一个粉色的裤子。这个裤子是 Zara 的 ，Zara 裤子，对对，要穿长裤啊，因为外面很冷。我里面也是搭了那个 Uniqlo 的 Heat Tech， 我有买高领跟圆领的，因为高领圆领哦，它很好搭衣。因为有些你穿圆领很奇怪，你要穿高领的，对对对。包包是龙双的 ，Thank you。这是我第一个粉色包包吗？不是啦，你是第一个这样的方形包包啊，对，这个形状的包包，哎，它有点像眼镜，望远镜，对，而且哈、它里面空间很大一些，哎呦，对哦，要软软的，所以你就含不浪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，就这样，我们就等 Chris 来载我们，我们要出发去看小黄鸭，顺便吃个早餐，再坐火车去。广州啊，你们真的很聪明啊，你们讲找我们去广州的，问我有没有广州攻略、也太聪明了。哎 ，Chris 来了，拜拜。哇，太厉害了，大卫哥全部装满我们的行李，可能关不了，试一试先，关不了。哦耶！
然后我们是坐火车去广州的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深圳湾的万象城哦，这边实在太多万象城了，它好像百比链这样。然后我们终于看到了当当，我们现在是要看地上有很多小黄鸭的。等一下我们再去那个看大黄鸭，不管是在哪一个，应该也是在附近了。不用紧，我们先来看那个小黄鸭先。啊啊！哇，好可爱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人才公园，跟着这个小黄鸭滴滴叫滴滴叫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大黄鸭了。哇，原来他们这边是有活动的嘞！你看这些摊位，哎呀，好 Q， 压力释放喂，很按我们来喂，看到那个当当吗？那边好远了，原来走进来还有一个大黄鸭。话说那个一定要拍，因为那个无人机送不食物还是货物，我就哇，中大哇，我拍到了。大家看到我的右手方吗？已经看到大黄鸭了。由于它实在西北的远，我们应该不打算走过去，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在这边就找个角度拍就行。因为它就停在旁边，我觉得如果它放在这边哦，然后又可以拍到那边的桥，一个美。可能不是 final 的位置，可能啦，因为今天第一天罢了，他们还没有决定方向。它还会转的，风吹它，它还会转的啊！你看现在是背对我们的。大家坚持真的很重要，我们终于走到离它也近一点点，因为真的很远，但是 OK 啦，冷天我甘愿走。我们来到这个 spot， 我觉得这个每个 spot 都可以拍照哎，你看风景极美。我的左手边有阿里巴巴，后面有很像子弹的这个建筑，他们叫春笋，是形状像春笋吗？应该是咯，我也不懂春笋长什么样子。拍照，耶！你是我的怡宝。耶、yeah, ，我们深圳之旅就到此结束啦！谢谢各位观众， yeah, 也要谢谢 Chris， yeah, 就是带我们去吃好吃的，然后一直很怕我们没有吃饱饱，玩够够。我们现在等着高铁出发去广州啊！广州 ，Chris 讲有很多很好吃的东西。是的，我们坐这个高铁去广州只需要一个小时不到，50分钟而已。期待我们下支影片，我们拜拜啦！还有大家不要忘记记得买 Ulite 脱毛仪，还有 J Moon 美容仪哦。拜。